Hello，我是新一。今天要来玩这个小游戏，其实我不知道它怎么讲。它应该 agar，哎呦，算了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它就是词圈圈的游戏。然后之前是看到别的实况主在玩，那想到好像还蛮好玩的，然后就来玩。结果不知道玩了这么久，结果我有登录账号，然后就是。居然就玩到九的了，可是就是我没有很会玩就对了，所以我才会选 team，不是选 FFA，因为很容易就被吃掉。然后他现在好像还有别的，就是除了 team，然后 FFA 以外，FFA 就是虽然说不知道他是 stand for 什么，就是，但是他就是比较像是个人一个人去比赛，然后就有 leaderboard 在旁边，然后 team 他就是分三个，后面这两个我还没有玩过，所以我就玩 team 就好了。那名字就叫做，叫鸡巴，就这样。好咯，那就开始咯。这个不要管它。现在好像手机可以玩，然后反正现在就是，哎呦，为什么每次都是绿色？为什么？哈哈哈，你吃不到，你吃不到，吃不到，吃不到，你吃不到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绿色占很多。表情包不要来哦，每次都是绿色。几乎拥有全世界的感觉，感觉这次加进来这一场有点可怕。虽然说红色也蛮强的，红色比蓝色强，但是现在要先把自己壮大。然后，他按空白键是可以，就是分散，把自己分成两个或更多个，反正就是有点以二的次方在算。哎呦，麦照，不要跑啊！不要跑啊！我靠，这个可怕！算了，饶你一命。我觉得有更可怕的人会追我。然后你就吃这些这样小圈圈。然后现在它是红色的，就是会完全没有办法去吃红色的。像是你在 FFA 的时候，它就是可以，就是还不管什么颜色，你都可以去吃，就对了。我觉得这好像，哦，不是人，是那个小只的。然后，但是现在它是分组，所以你看像是这样，我碰到它。会卡住，不是吃掉它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像现在，我就是比那个是什么都比大，但是后面还有个更可怕的，像这个 EA 它就比我大，它就可以把我吃掉。但是它跟我差没有多少，应该是不会吃我。然后这个游戏反正就是大圈吃小圈，小圈吃大，小圈就是逃着跑跑就对了，感觉我被右边那个盯上了。然后那个这样就合并就会被有机会被吃掉。我觉得下面那个橘色有点难保，好危险哦这里。然后因为你还小的时候，就是现在就是去吃那个，哦会被它吃掉，跑哦。有没有想到我应该比它大？想太多。然后你就是去吃掉别人，然后来让自己分数更高，然后长更大一个，像。吃这个，我不觉得我现在可以吃到它。就算我分成 "You are not my mom"，然后又是表情符号，然后，你就是尽量去吃就对了。我比较只会耕耘，就是在那边有点像农兵那边吃小只的，就是吃小个圈圈，那样爬来爬去。然后，按 W 可以发射一些东西，像是这个你就可以。这样吃，然后按 Q 好像可以合，现在好像不行。以前按 Q 可以合在一起，然后它过一阵子时间到，它就会合在一起，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就对了。但是，其实有点哇哦，大致的有点不太知道要什么时候那个时间是怎么去拿捏就对了。好，既然都是红队，那我们的目标就是红队至少达到一半啊，对不对？像现在就是融合了，然后这种时候就是躲到大颗的旁边，往这样就是安全。不要吃哦，吃它，吃它，吃它啦，帅哦！这种就是要粘到大颗的旁边，然后去寻求安全，寻求保护。哎，那只红色的喂头，哎，在干嘛？啊，没有注意到，我就想说擦过应该还可以。
结果没想到，我要先躲在他旁边，等我融合再说。你知道，这是一种非常、非常、非常小喽啰的行为啊！先跑，我要赶快合在一起，不然危险啊！又被吃掉了。好，我刚喂了它，它应该更大只。然后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吃别人啊，是吧？怎么吃不到啊？啊啊啊 ！No， 你看吧，就是我不是很会玩。女仆。啊哈！你们想太多，想吃我嘞，早得很。嗨，然后不就是要给我吃的意思吗？嗨，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玩都是绿色比较强。然后，反正那就是目标，我现在比较大了。你好像刚想吃我，对不对？哼。你确定你想吃我？我觉得你吃不到，你的体型跟我太接近了啦。哇，我刚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他其实他只要是别人压在你身上，代表就是说他比你大，所以我刚刚他压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想，然后我还从他左边这样插过去，就是你知道。耶，你看，这、就是红队，红队遇到这样。这就是很注重团队合作，只要团队合作成功了，就是会，所以就是看到别人有危险，就是帮助他。没有吃到，我现在只能跟在他后面，然后越小颗走路速度越快就对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走在他后面，然后尽量吃就对了。就是你能吃多少，然后在它被我吃掉之前，看我能够变大多少。嗯，因为刚刚绿色冲上来的时候，你就先跑比较，我觉得啦。现在融合对，嗯哼，然后绿色这个可以攻击人，但是事实上我有点没有学会怎么攻击。我上次有一次为了要攻击，结果不小心喂到敌人，真是非常悲惨。嗯，你寻求我的帮助没有用啊。那个绿色刚刚那一只比我大，他追然后靠过来找我这边也没有用啊。哦。哦，就知道，哈，好，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，是我就不玩，很难玩这个，反正可以，你可以用 Facebook 的账号登录，也可以用他人家另外去申请一个账号，然后他就有等级会跑，然后你这也可以加 skin 之类的，就像是这个，然后也可以买啊干嘛，然后玩游戏就可以拿到钱，印象中啦。我有点不确定，刚刚其实我看没有去看，还是这是要充值的，好像是吧？反正就是还有 skin 可以卖，然后还有 shop 可以干嘛的，然后这里总而言之呢，是一个还蛮不错好玩的游戏，可是呢很难玩，然后现在手机也可以玩咯，就这样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